Yeah, I never tried the Louisiana Popeye chicken.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try this. It's just smelling so good. So good. So tasty. Louisiana Popeye chicken.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eat this chicken. It's a lot better than the KFC. So yummy. That was awesome.有时候偶尔吃吃垃圾食品也是很好的。今天吃的这个Popeye chicken 呢，中国人翻译着叫这个白白鸡啊，也叫伯派斯炸鸡。这种炸鸡呢，发明于1972年，就是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的一个居民叫 Air Copeland。这种炸鸡味道非常的好啊，全世界可能炸鸡系列它应该排在第二位啊，仅次于肯德基，它没有肯德基那么咸。酥脆可口。我是第一次吃 Popeye 啊，为什么翻译成大力水手鸡我不太清楚。以前都是吃肯德基吃很多的，肯德基啊 Chicken Filet 啊，但是这种炸鸡因为它店比较少，所以呢没有肯德基那么多，但是相当惊艳啊。偶尔吃一顿这种 junk food 呢，也是非常好吃的。不能天天吃这玩意儿，偶尔吃一顿呢，相当好吃。这个炸鸡店呢，就是 Popeye 这个炸鸡店，现在在中国也很多了啊，已经行销全世界了。它的不知道是什么配方，没有这个肯德基那么咸，而且非常酥脆。可能跟气候有关。就是好吃到不讲道理了。Very good. Yeah, baby.